金子小姐，坂田先生到了。金子さん、こんにちは。臨時の通訳で来てもらったマリさんです。マリさん。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秀秀姑娘，我们外面坐。小田，你是怎么回事啊？明明知道我不会半句日语，你请他来做什么？童姑娘，我的日本话也不地道。要我冒充金子小姐的秘书坂田三郎，唬唬中国人还可以，见到真正的日本人，那可就穿帮了。请这位绣球姑娘来当通译，其实是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呢，她是在东洋出生的道地的日本人，能够说标准的日本话；在另一方面，她是徐海从东洋带回来的洋女。根据咸阳薛掌柜的报告，徐海这个人有才有势，据说是东洋回国的富商，但是他的底细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想借着这个绣球姑娘摸摸雪海的底。小田，自从南方分手之后，我俩也快一年没见了。这次我是临时进入情况，所以有很多事情你要向我做简报。目前整体的情况怎么样？总目标还是没有变，争取秦刚这一伙人少以民族大义揭竿而起，以秦岭来作为我们的基地。西北军一直和直隶军不和，日本关东军方面就想派金子小姐前来做说客，希望两方面能够化敌为友，组成联合阵线，这样就对我们南方的正义之师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大掌柜立刻争取主动，在半途之中就将真正的金子小姐劫持了，所以目前你的身份是绝对安全的。主要任务呢？争取秦刚的实力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当然也需要争取徐海的财力支援。哦，还有另外一项新的任务，西北军目前分两个派系，一为冯系，一为马系。冯系是亲直隶的，本庄大将原本是希望他的外甥女金子能将两派整合，现在大掌柜需要你这个假的金子小姐可以将两派分化离间，增加对抗情势。我明白。城防司令张曲是马督军的部下，但是暗中和冯系有勾结，这是你要掌握的一颗关键的棋子。你是我的秘书，不住在翡翠别庄，却住在唐都会馆，别人会怎么想呢？我对外宣称，我想借机了解荒井被杀的原因。其实，我是想要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观察翡翠别庄。一旦你这里产生危机，我就能够立即发现。小田，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大哥，他受了枪伤，我不得不照顾他。我并没有不准你照顾他，我只是要问问他，他把冰儿藏了什么地方。大哥，他好像也在找童姑娘。你明明就知道冰儿在什么地方，不然你不会到省城来。快说！哎，大哥，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他是个受伤的人呢。小燕子，你以为他是一团稀泥啊？他还有飞天遁地的本事呢！哼，这点小伤算什么？下来，站起来！大哥，你不可以这样子，真的不可以这样子。你说的没错，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我曾经还受过更大更大的伤害。你残暴，你专横，不可理喻。我见到你，就想拆散你一身的骨头。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强迫自己忍住，忍住，直到有那么一天，有一天你要怎么？你少说几句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她是我歃血为盟的小妹，我不愿见她夹在中间两面为难。就算你没有把冰儿藏起来，你也一定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好，我就等你伤势好了以后再找你算这笔账。我听说你们两个还在后山打过一架。我不承认，是他疯了，我根本没有还手。我明白，是你在让他。也不是我有心要让他，就好像，好像他有一股煞气，克住了我，始终使我下不了手。是可煞，不可怒；孰可忍，孰不可忍。哎，你怎么说着说着就拽起文来了？在我们那个时代，说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会慢慢改。哎，你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人吗？你看我会是哪个时代的人？这位就是保护安全的特务队卢队长，这位是金子小姐。卢队长年少英俊，真是不容易啊。多走，您请坐。多谢金子小姐的夸奖。那天晚上在门外惊鸿一瞥，就觉得金子小姐非常眼熟，今日再见面更有这种感觉。不知金子小姐以前是否曾经来过西安？金子小姐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西北。凡是漂亮的女人，总叫人看起来有眼熟的感觉。卢队长，您说是不是？是是是。金子小姐真是艳光照人呢。卢队长这么年轻就有现在的地位，真是不容易啊。不过卢队长必然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吧，对现在的成就一定不会感到满足的。慢慢来，急不得的。我们是初见面，不知道能不能谈点肺腑之言呢？金子小姐直言赐教。金子小姐是有些私人的事物想要托付给卢队长，也就是想要重用卢队长。只要你对金子小姐忠心耿耿，本庄大将拨个电话给你们督军，卢队长就可以平步青云了。有什么差遣，请金子小姐尽管吩咐。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要卢队长帮忙。我虽然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毕竟我是个日本人，在西安又人地生疏，身边多个知心朋友，总是安心的多了。金子小姐，城防司令一再的叮咛，说督军交代下来，务必要对金子小姐做好保护的责任。昨夜听说别庄闹贼，我今天就将所有的警卫给撤换了，以后我随时都在。金子小姐有任何的差遣，您就随时的吩咐吧。卢队长，这是金子小姐的见面礼，请不要嫌弃。谢谢。这个日本娘们我一定见过。报告队长，什么事？哎，你想吃点什么？
是肉夹馍还是肉泡馍？燕姑娘，你是在可怜我，是不是？别再使性子了，在你伤势没好之前啊，我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我不需要别人可怜我。你尽管使性子好了，我煮什么你就吃什么。燕姑娘，我倒真的很想坦诚地跟你谈一谈。说吧。我忘不了那个女人，是因为……我不想跟你谈这件事情。报告队长，屋里还有一个女人，就是那天在三井酒楼跟你动鞭的那个女人。哦，出来，出来了，队长，我们先逮她。你别太吃惊，做小偷是不会定死罪的，犯不着拼命的拒捕。如果金子小姐没有遗失东西，或者她不再追究的话，我就可以立刻释放你。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你救了那个女人的命，结果她却出卖了你，明白了吗？哼，你当我是白痴？燕姑娘不是那种人。你这么死心眼，那就由你吧。我看你脚不方便，来两个人把他给架住。是。只问你三个问题：一，你是什么来路？二，你窥探金子小姐，目的何在？三，你跟小燕子是什么关系？给我狠狠地打！那个蒙天放，就是那个，你说他把童姑娘藏起来的那个人。这还真好笑了，他一定也看过这本书。这蒙天放是秦始皇的郎中令啊。大哥，我不想听这些了。事情在传说，是我向卢定国告的密，我受不了了。他犯了什么罪啊？深夜潜进翡翠别庄，图谋不轨。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啊。秦刚，你应该救他的。那天在太平巷口，他曾经救过你，要不是他的话，你可能早已命丧刑场，最少也要被关在灵通宝箱团的大牢里。嘿，你不是曾经说过他犯了抢劫杀人的重罪，而且在太平巷口他还破了你的埋伏，怎么这会儿你倒帮起他说话了？此一时彼一时。大哥，我们一定要救他出来。他人在哪里？就在特务队本部的后面。小燕子，你以为那些特务队的大兵都是青菜萝卜？咱们没法子救他，弄不好反而害了他。哼，秦刚，你算不上是英雄啊。我是俊杰，识时务的俊杰。卡内库桑，你的中国话讲得真流利，一点也不像是日本人。我从小在东北长大，我母亲是满人，而且我喜欢讲中国话。
你呢？从小就没有父母了？我是个孤儿，从小就被徐老爷子收养，后来他回到中国就把我带来了。我一见你就好喜欢你啊，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妹妹那该有多好。金子小姐，卢队长要见你。这么晚了？他一定有急事，去请他进来。金子小姐，非常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搅您。这位是？这位是我的秘书坂田先生。空帮话。队长，我是坂田先生的通译，他向你问好。谢谢。金子小姐，前天晚上潜入别庄意图不轨的歹徒已经抓到了，所以我想请金子小姐到队部里面审问犯人。我们这没丢什么东西，而且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就请队长不要再为难他了。百年先生说，身为日本人不可以干涉中国的法律，这个人该怎么处置由队长您决定。我是为了尊重金子小姐才来的，既然如此，我就不再打搅了。卢队长请。金子小姐，我要提醒你，你作为客人要有客人的分寸。坂田先生，我下次会注意。秀秋，你愿意留下来陪我吗？既然坂田先生答应了，那我就留下来吧。好，你先去洗澡。你的体型跟我差不多，可以换穿我的衣服。おやすみなさい。小田，你帮我去把那个人弄出来。你要提高警觉，那姓卢的说不定是来试探你的。我不管。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成，把那个人弄出来。梅姐说你经常感情用事，果真如此。我不管，你一定要赶快去把那个人救出来。好吧，我只能答应你试试看。报告队长，有件奇怪的事情。哦，那个人少说也挨了五六十鞭的，他连叫也没叫一声，鞭痕也出血不多，也没有什么肿胀，掉在那边好几个时辰了，不吃也不喝，但是精神还是那么好。哎，你是说他好像是练了一种奇特的功夫？叫什么名字？我姓王，名天放。是哪里人？秦国人士。秦国？那你有多大年纪？大约两千多岁。哦，其中大部分的时间在秦陵地底半昏半醒，所以一时记不清楚我的正确岁数。哼，你可真长寿啊！听我的手下说，你有一身奇特的功夫，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我
经是秦国的郎中令，文武双全，我有治国才略，我能斩将擒旗。后来吃了长生不老金丹，之后就百毒不侵，百刃不伤，永远不会死。你们这些人已经经历了好几世的轮回，而你是个炼丹的方士，奉嬴政之命炼制长生不老金丹。睡得还好吗？来，先吃点喝点。这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干过土匪，现在我是城防司令部的特务队队长。其实我还是一个非常优越的伤科大夫。你身上的鞭伤我已经涂了神奇的药水，至于你的脚伤，再过个三五天也就可以完全愈合。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改变了态度？哼，我发现你被一个无情的女人出卖，而我却是那个无情女人的帮凶啊。我不相信是小燕子密报的。这都无关重要了。昨夜你告诉我许多怪异的事情，不，应该说是令人惊讶的事。比方说，你说你是2000多年前的人等等，我全都相信。我不知道，对一个活了这么久的人，是不是应该加以善待和尊重呢？是我亲口告诉你的吗？没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别人都把我当成是疯子，你为什么要相信我？因为你有许多地方表现得和一般人不一样。你身体内还潜伏了某些特异功能。这是你的物品，这三枚金币都可以证明你没有说假话。蒙天放，你这个名字我格外的喜欢，希望我们会成为好朋友。饿了吧？先吃点东西再说。请问我依然还是阶下囚吗？阶下囚？不不不，你是座上客，等你吃饱喝足后，你爱上哪去就上哪去。如果昨晚我说了些什么，那一定是我在受刑后痛苦中胡言乱语，请不要当真。我不但把你的话当真，而且还非常当真。你说我前世是个什么什么方式来着？我特别有兴趣。不，我完全没有印象。好了，我不会再追问的。如果你哪天想起来的话，你不妨再告诉我。现在你在省城里可以来去自如，如果
你有什么事情要交代我做的话，你就尽管吩咐吧。刚才我们两个谈的这番话是天大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只有你我知道。我曾经是临潼宝箱团的团头，在特务队那方面呢，我也有内线。蒙丁棒被特务队逮到的时候呢，惨遭了毒刑，可是今天一大早又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特务队。卢定国释放蒙天放并没什么稀奇，或许蒙天放也没做什么坏事，也或许那个东洋大小姐呢不再追究。不过奇怪的是，蒙天放惨遭毒刑之后身上没什么明显的伤痕，整个人的精神状况不像是遭到毒刑之后的样子。他是有一点跟平常人不太一样，比如说他腿部受到枪伤就流血不多，而且啊还一点红肿的迹象都没有。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的武功非常高，像飞檐走壁什么的在他来讲一点都不稀奇，他简直就像画本里的剑侠剑仙之类的。再这样推论下去的话就有点离谱了。眼前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就是蒙天放跟卢定国之间是不是定了什么样的交易。很难说，管他有什么交易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要卢定国的命。小燕子，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忍耐忍耐。大当家，我有点事，你们聊聊吧。燕姑娘，你觉得秦刚这个人怎么样？很难下断语，我对他是存着敬畏之心。敬畏之心？这么说你有几分怕他喽？可以这么说。其实以这个糟糟乱世来讲，秦刚并不算是个坏人，不过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也不可能跟他共事。你还说你跟他上辈子是冤家呢，那我们俩呢，是不是也是冤家啊？燕姑娘，人与人相处是很奇妙的。第一次我看到你，我就觉得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算了吧，就是这种亲切的感觉啊，让那位千金大小姐生气了，吃醋了。她说什么不会跟别的女人争同一个男人，把你让给我了。哦，她真这么说了吗？我可没造谣，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哼，也不怕失了她千金大小姐的身份。地方交货，那批军火大小六十几箱，全部放在司令部的军火库里，要拿到手不是那么简单。事情都还没有着落，你找我来干嘛？莫非你又想玩花样？大哥是精明绝顶的人，相信这个酒楼上下大哥少说也布置了十几二十支枪吧。我可没带半个特务队员呢，大哥心中是雪亮的。你有话就快说。大哥，您是否相信轮回之说？我可没有闲工夫听你在这闲扯淡，我要那批军火。如果照荒井说的数，不少一颗子弹，那五万块大洋我照付，而你呢，也
也可以活得七老八十，甚至上百岁。你知道我没耐心，要是哪天我不想等了，你就得一命见阎王。大哥，你今天务必要拿点耐心，听我把话说完，行吗？最近我认识了一个阴阳先生，他能知道过去和未来。他说大哥的前世或者是前世的前世是个暴君，有许多人都死在你的手里。我就是冤死亡魂的其中一个。哼，很好，算你倒霉，这一世又碰上我了。我很相信那位阴阳先生的说法，因为他还说了一些人，那些人也都是在前世死在你的手里，到了这一世，他们全都向你索债来了。你想拿这套来吓唬我？我想也许你不信，不过有一个人是大哥最亲密的人，却也是你冤孽最深的人。谁呀？童冰儿。老三，如果你想活长一点，从今以后就不要从你的臭嘴里再说出这个名字。大哥，我不在乎你的威胁，我的下场如何我仿佛已经看到。我和小燕子前世结了怨，这一生就结了两次，他绝不会放过我。只要你把军火弄到手，我保证不让小燕子动你一根汗毛。一个小小的条件。没有条件，你没有资格讨价还价。这个条件我非提不可，让我跟小燕子见面，我要她亲口答应我，我弄到了这批军火，他和我之间的冤仇一笔勾销。好，我会让他亲口答应。别想耍花样，阎王要你三进死，不会留你到五进。再告诉你，我比阎王还准时。我的宝贝女儿啊，你又在跟谁生气啊？我在生我自己的气啊。爹，你到底跟人家万先生说了什么？凡事都是你在做主，我还能说些什么？你一定跟他说了什么，他这几天的情绪很不对劲儿。那你自己不会去问他？他跟个哑巴似的，这几天呢，只有在教孩子们念书的时候才会开口。丫头，飞云的情形怎么样？爹，人家在跟你谈万长风，您非要提毛飞云。哎，丫头，我可要提醒你哦，飞云跟你十来年了，那个姓万的才几天，你喜新厌旧也不能这么快啊。他绝情啊，连个音信都没有，我才懒得理他呢。哎，丫头，不要这么使性子，将来你嫁人也只能嫁一个，就算你跟人家飞云没有缘分，那应该好聚好散的。飞云他现在在省城，住在崇仁坊庆云客栈，你应该去看看他，就是要分的也要把话说清楚。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和他既没有定亲，也没有山盟海誓，况且他心目中早有别的女人了。飞云不是这种人。老爷子，樊先生求见。哦，快请，快请。哎，丫头，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你，我绝对不赞成你跟飞云闹到这种地步，你仔细去想想。好了，
我有课，你去吧。哈，徐老爷子您好！哎，托福托福，樊先生请坐。啊，樊先生来的正好，我正有事情请教。记得初见樊先生的时候，先生曾经在话中暗示，说人生在世，应该做一点符合公义的事情。最近。正好有人向我提起这方面的事，你认为我应当参与吗？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啊，老爷子历练通达，自己应该有所拿捏才是啊。樊先生今日说话含蓄多了，莫非有什么缘故？老爷子多疑了。不过最近我的确听到一些流言。哦，是有关于我徐海的流言吗？正是关于徐老爷子的，所以我才冒昧的啊，请直说，请直说，我急需要了解别人在我的背后是如何的评论我。自从日俄战争以后，东洋鬼子窥于我东北，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自从民国成立以后，军阀各自盘踞，内战连年不断，更给了东洋鬼子可乘之机。他们不断横行关外，近年来已经逐渐将势力伸展到关内来了。哦，樊先生，这跟我徐海有关吗？哼，徐老爷子自幼生长在扶桑，年老归国，而且又富可敌国，所以有人猜测，徐老爷子可能是东洋鬼子派来的奸细。怎么会有这种谣言？甚至还有一说，徐老爷子根本不是中国人。荒唐，荒唐！徐老爷子自称是三秦的后人，事实上，这三秦之地查不出徐氏的家谱，这徐老爷子又作何解释呢？既然如此，我也只有实言相告了。我的确是在扶桑土生土长。据说，先祖是为了避形势之乱，才远渡东瀛，在九州之岛建立了新的家园。两千多年来，已经绵延了七十余代。当时嬴政建都咸阳，所以我们都自认为三秦是家园故土。十几年前丧母之后，出京伤情，乃携女回国，抱着寻根的心情，结果却是非常的令人失望。嬴政已经亡故两千多年，也只是一座坟墓，一抔黄土，但是他当年的暴政依旧在三秦肆虐。人民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看老爷子神情哀戚，言辞诚恳，倒不像虚假之词。这么说，倒是老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不知者不怪，请多指教。如果徐老爷子信得过老朽，老朽只说四个字，我洗耳恭听：万里长风。万里长风，万里长风，这个神秘的老人和万长风又是什么关系？爹，这四个字就印在万长风身上了。万里长风，前几天我到法门寺去找老方丈谈禅，顺便在大殿上求了一个签，这签里面有四句诗，我看玩味，请庄主过目。哇，万方孤魂聚三秦，乡里平地动家声，寂寂长夜人不寐，汉唐雄风现此时。
请恕我字字语录理解不了这四句诗，可否请先生赐教？这头一句“万方孤魂聚三秦”最具玄机，若照字面上解，可能与轮回之说有关，也就是说，千年百年前的一些孤魂又转投人世，聚集在这三秦之地。这第二句“乡里平地动家声”，如果承继第一句，就很好解了。也就是说，这些孤魂又投转人世，其中有好有坏，也有忠有奸，他们之间可能有爱恨情仇的纠缠，因此给乡里带来了天灾人祸。这第三句“寂寂长夜人不寐”，是说只有些人为此遭到混乱局面，长夜不寐。第四句“汉唐雄风现此时”，这个庄主应该知道，这汉唐两个朝代历尽三十个帝王，都建都在800里秦川。这诗中明明暗示，这三秦地面如今又要出一位大人物，再展现汉唐雄风。哦，那樊先生所说的万里长风，这诗中的第一句的第一个字，第二句的第二个字，第三句、第四句的三四两个字，里面不是暗藏了万里长风了吗？那这四个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哦，这就需要徐庄主细细的玩味了。啊，哎，是是是是是。依我看，徐庄主虽然是年事渐高，可是雄心未减，应该有大抱负、大作为才对。恕我冒昧直言，我告辞了。哎，是是是是，樊先生慢走。啊，爹。哎，爹，万里长风那四个字，不就印证在一个人的身上吗？谁呀？万长风。